呀，佛手洞前面的是登山协会的倪大哥，在前面是美兰姐，然后秀兰姐。我们今天都是到一些，你是直播主啊？哇，好美哦！我们今天都到一些那种啊，像我们的情人洞啊、情人湖啦，还有早上去法鼓山。好美哦！哇！你转过来。哈、啊。你转过来。特别哈、哦。谢谢。两个。哇，这里好美哦！天哪，这里真的是，我的天啊！我觉得这以前古人会来这边住哎。来，挥挥手，挥挥手。哎，我在录影。哇，好美哦！哇，美兰姐，还好我们有知道这里耶，太棒了吧！没有啊，没啦，那我们再走进来，没有啦，那我们还没有走绕完里面呢，来，我们过来。快点啊，你们家走了啊、哦？这边还有啊，这边。哇，我觉得这有一种神秘的气息啊！我的天啊，一种神秘的气息，哇，洞中洞，美兰姐、秀兰姐，你们看，洞中洞，哦，好特别哦！这边有个指标，有，小心哦，哇！这叫做这是在仙洞岩基隆的港务旁边的仙洞岩旁边上面的佛手洞，最里面。哇，我们会不会迷路啦？不会啦。哦，沿着箭头去啊！啊、哦，天哪，你看这边，好特别哦！哇，来，秀兰姐，前面没。我们进来了。这个好。挥挥手，哇，两个主角，好，来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前走，好。哎，倪大哥挥挥手，还有谁？我们。啊，桂纯妹妹挥挥手，还有帅哥哈，桂纯妹妹的老公，好，OK， 哇。啊，好特别哦，这里比较美吧？还好我们发现了仙境哎，我觉得这比小琉球的漂亮，好特别哦！而且你看，台湾真的是宝岛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不是，它都不用门票。那里面都要像大陆一样用那个彩色的灯，有没有？哦，红有黄有蓝有。你知道吗？大陆随便的一个地方都要好贵哎，500-1000。真的好美耶！没有路了。哎，这以前是，这个是天然的还是人工的？佛手在这里呀。哦，哪里啊？哦，有，我看得出来，像佛手。哇，我这个录影这样录得下来，像佛手，真的像佛手，手指头一根的。你看，中指大的。你看，真的有。你看，在这里看这样一根一根的，有这样子啊，看出来。有像得出来，看得出来。哇，这两个 model， 我也一样。拍佛手来。啊，好，来佛手。佛手，我在录影。好，倪大哥在帮你们拍哈，好。好，来。OK， 哇，这里真的太棒了。啊，我已经录了4分钟了，不能超过5分钟。来，这叫做仙洞钉，有人在那边刻字呢，真的好棒哦！台湾这样的一个地方，看它的那个钟乳石，还会上面还有那个植物呢，还会滴水，好美哦，好漂亮哦，都不用门票哎，都 free 的，哇！哎，我在这里哦，哎呦，我一个人进来哎。我一个人进来，哇，好漂亮，真的漂亮了嘞！哇，真的太漂亮了！真的，好了，我要做一个 Andy 喽，谁要跟我 Andy？ 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